那些朋友们一起办小火拍，我是喜欢玩那种花园风啊，大拍加上咱们是直接把桌子搬到那个来叫圆吧，就坝子里面去。对，很多人大家都会搬到那里，这个把自家的菜往那里放，然后自己想去哪里。对啊，防上智齿，他瘦瘦就瘦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最快一天瘦过，我就瘦过4斤，我是3斤，我是4斤，120斤，第二天126，我瘦了20斤。那我也有过，我量106，瘦了，现在102，我顶个秤哎。好呀，一杯酒，这就一碗，一碗粥就够了，就不想吃饭，不想。还有你戴牙套，你也吃不下东西。戴牙套还好，戴牙套我懒得吃。可以戴着吗？可以戴着。对，他不戴一个小姐姐，不见得戴牙套。所有人都戴，无论你牙齿好都要戴。对，接不动的。爷爷奶奶们，要吧？当然要啊。两个小池子，还有什么小池？不够。我这个不实际。我看到真东西。来，我给掏出来给你们。没有，就是。我想看那个方方正正红红的东西，那我把它削成方是板砖吗？我这种砖就进人就行。张哥明天得发了。张哥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？张哥不敢说话的。张哥说过什么吗？用不出去什么吗？啊，但是我们不提啊。希望张哥到时候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但张哥不是一直把自己当成年人来看吗？我没有把这人。不同的时间，同一个地点。还是老样子，张哥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张哥做的，哎，做了我就一直说的一句话，他站起来说的。不是，张哥自己都说不是，非要说什么玩意儿？没有，我记得张哥自己都说他准备去学车了，那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身边人了？那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身边人？你是不是就该帮他了？还没到，成年了才能帮。你好了吗？烤箱要跟豆腐一点。还有。烤串要我们一点啊！你打死不是水鬼吧？豆腐皮的，我绝对吃。啥？是你说的吧？还没煮呢。我今天上班开就回来10点到，10点开始包。包到10点睡觉。你明天睡得着？你明天睡得着？我睡得着。是噻。酸水，你点的豆腐皮在哪儿呀？在那，你不知道？桌上。啊，桌上。哪儿呢？这老皮了，我那搬过来一根，好气啦！支棱起来，回家吃完，好好干，来吧！来个文艺搞顺利，祝弟弟文艺搞顺利。啊！好，那我也祝。好勇，厉害！加油！加油！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